在1979年11月底，我运用要来写一首歌颂着咱的先民，拼着生命危险渡过雨水沟，来到台湾建立家园，一种坚强的意志。我用着土海人做伊的歌名，借用土海人伫茫茫大海中向大自然伫咧拼命迄种的精神，来象征咱老祖先拍拼的精神。同一迄年，也就是1979年的12月7日，伫高雄发生了一件人民为了追求民主甲人权，所含官方产生对立的美丽岛事件。事后，真侪咱台湾民主运动的人士呢，被判重罪，关入俘虏啊！这也当当打击着当时台湾对咧追求民主前进迄种的一个气势。但是，民主乃是咱人类至高无上的普世价值，也是一个国家咧走向文明的基本条件。迄阵，我住伫高雄，感受着民间迄种惊吓、咱睿智的气氛。我真担心啊，咱台湾人民追求民主的心志，敢会因为一次重重的打击，煞唔敢阁继续前进？那安尼，绝对唔是台湾社会之福。迄阵我伫咧想，咱美丽岛的先进。追求民主，开创台湾新局面，这种的精神，诶，敢是较亲像咱的老祖先，拼着生命危险渡过雨水沟来到台湾，追求希望，开创台湾新家园。这种的打拼精神，敢是着同款呢？最后，我甲土海人一首歌，变作一方面是对怀咱的先民迄种奋战精神，同时也是象征着咱台湾人民追求民主甲希望的歌曲。希望这首歌，予你甲我，咱大家，尤其是少年的朋友，透过这首歌，咱大家互相来鼓励，追随着咱先民的脚步甲精神。